确认一下。对，马粪有那个，这一下说不定马粪就可以挂了。OK， 接着是你，还是你？接着换你好了，他会一直放魔法，那个魔法有点烦躁。突刺，哦，真的很烦。我来激励一下，不要让我的那个增加 STR 就是消失，因为它现在是两层，是很多的。然后，哎，蓝头发在用魔法，复活术哪尼？你不是来睡的？我靠！等一下，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先把另一个击倒了，反正你会复活嘛。我还没侦查他，但是你真的在复活他，哇，蓝头发！哇，竟然还有这种战术玩法！哎，不愧是我所收买的对象啊！那我就把蓝头发留在最后，等他复活另外两只。他应该会先复活马粪，再复活另一个。等到他复活另一个，我再侦查。然后现在先把这个打得快死。完美计策。看一看，哦，他直接复活那个，哎，不愧是被我收买的，他知道我现在需要的是那个，啊，好猛哦！给老大哥侦查一下，侦查，在这里。呀，哦呦，他帮我调好位置哦。无影斩。再次把那个击倒，然后小爹也趁现在把最后一个侦查好，感觉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啊！复活术没问题，因为被复活的人还没办法那么快的行动，在那之前，其他人就要被我打死了。把你给再整个靠过去。这样子只剩下蓝头发这个。啊，我有收买你，所以我会慢慢的对付你，啊，但是还是要激励一下，维持我的伤害力。这样你每复活一个，我都可以快速的解决。被他复活术真的打得很快。哎，打不到他们，然后大家慢慢靠过来了。穿甲射击，这次会赢，好在我事先收买了蓝发，辛苦你了，蓝发。孤影斩，结束。已经结束了，他们都死了。噔噔噔，达成条件。呀 ，Nice fighter，Nice fighter， 藉由收买战法啊，3.2， 好猛哦！让这些小混蛋们升级啦！哦哟，大哥，闪耀天启，大哥这准音升级啦！啊，你不重要啊！你要知道，这种团队游戏，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就算有些人很累，但他还是在一个，就是还是很重要。对，更何况当你今天有一个人倒戈到对方手上，4v4瞬间变成5v3，这还用说吗？我们赢定了。第一轮就是没有看透这个蓝法啊，那时候我之前收买他不小心忘记了，第一轮就被就是先打他就是错了，第二轮就非常的明白啊，你看多棒！呀嘿，打死别人他还帮我复活起来让我分析，多好！还不坏吧？九大点的呢？呼呼，やがた。艾伦走开啊，臭泥巴！なんとか勝てた。なんか出たな。これが僕たちの実力だ。怎么可能？被这种杂牌军？你确定我们是杂牌军吗？我们还可以事先把你们的人直接收买啊！是场很好的比赛，我们也差点就被压制住了。哦，我们还让你们不死不用魔法。我靠！我靠！触るな、ゲロが！别碰我，这个吓人。哦，幼稚。いい気になるなよ、練習ワルツァ。特别得意忘形啊！你要输来者，不要以为你是男爵的人就可以对我怎样。不啦不啦不啦。ユミルの領主が拾った羊も知れぬ不老之ごときが。流浪小孩，又怎样？你太过分了！什么同分并列第一？你们区区几个平民，不要太过妄嚣张了。莱恩福尔特反正也只是武器商人的暴发户啊，居然还有蛮族和出身猎兵团的小女孩混在里面，他怎么都知道啊，这么的了解我们，而且居然还有蛮族，蛮族是指谁啊？哦，蛮族盖乌斯，这是什么？我是不服的，小女孩是说我吗？太过分了。这也说得太过分了吧？啰嗦，你们打算指使我吗？输了就在那边只会出一张嘴，实在听不下去。喂，也该收敛。我是不太明白，阿尼基要来教训他了。所谓的贵族，是那么伟大的东西吗？该不是？如同你指出来的，我是外来的蛮族，因为我的故乡没有身份位阶，我现在依然没什么实感。你能不能向我说明，贵族到底是为何那么的伟大？什么？但当然伟大，贵族就是有传统的家世，就是平民绝对无法违而反的品格和高贵根固在我们心中，那就是我们贵族的价值。原来如此，看到劳拉和尤西斯的言行举止，我的确能够接受这个答案，但是那果然还是无法回答我的疑问。传统与家世、品格和高贵，只要有这些东西，说出像刚才那些话也是可以被原谅的吗？哦，阿尼基，麻烦。就差不多在这里，呵呵，你问了一个不错的问题呢。啊，你做得太好啦！而且刚刚所说的那一切，就算你不是贵族，透过学习、透过教育，一样是拥有的。贵族不过只是因为站在比较前面，拥有比较多的资源，比较容易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但这样的人也不一定是人人所追求的，也不一定就可以。像他马芬这样子，意志气壮啊！
就算是在自习也不可以随便离开教室哦。那边同学们，赶快回教室完成习题吧。是的，失陪了。还有明天的武术训练要反省今天的模拟战，我会仔细的告诉你们哪里做的不好，你们自己也要好好想想。哼，这可是一种心理战，身为自己的团体还没有料想到其中一个已经被我给收买了。马粪，你的失败就在于此。武术的斗争并不是只是在于能力之间的差别，也是一场智力的测验啊。这只是资历的鄙视，你就是输在这点，懂不懂？走吧你，哼！麻烦等等我们。收买的蓝法一句话都不讲啊！哦，还以为会变得如何？真是的，我才说贵族。哼，别把我和那些人相提并论。谢谢你，阿尼基。怎么说？你帮助了我？怎么刚刚有翻译错误吗？嗯，没什么需要道谢的事吧？哎，总之有帮到你，再好不过啦。哦，这次的实战测验就到此结束为止。那么马上就开始发表这个月的实习地吧。好的，这个月去哪里呢？来收下吧。这个刚测验完全只测验到四个人而已啊。李恩、亚丽莎、艾玛、尤西斯、阿尼基要跟阿尼基去诺尔德，是去诺尔德高原呢、欸，大地的那个发泄地方。然后阿金、艾略特、劳拉跟菲去另一边，劳拉跟菲又故意把他们两个。就是有争议的人都一定会在一组，之前是阿静和尤西斯，所以他们就会在一组，现在是劳拉跟菲有一些奸细，所以他们又在一组。但为什么不让他们跟我一组？就是我可以拯救他们的气氛啊。帝国西部，不过诺德高原是在东北的尽头，国境带的另一边是以古老游牧民族居住在高地而闻名的。记得那是盖乌斯哦，是阿尼基，你的故乡啊，阿尼基。没错，就请 A 组住在高原村落中，我的老家吧。请求指教，李恩、亚历山、班长、尤其是阿尼基，真的，天哪！阿尼基太强了，但劳拉跟菲没有特别讲话。悠悠 rank up， 我来看一下，我又获得了机功，嘿，确认一下 CP 是不是没错。我记得哪一边可以看到我的 CP？ 稍等一下，我找一下 A 手。140，嘿，140，叮咚叮咚，ありがとう、助かったよ。ありがとう、You are welcome。噔噔噔噔噔噔，特别实习日。噔噔噔。哇哦，这个组合真的还蛮棒的、啊，但是啊，就差尤西斯啊。如果尤西斯换成劳拉，完美的组合啊，可惜可惜，不过我吓到了、啊。没想到诺尔德高原居然会被选为实习地。士官学院を設立したドライケルスタイってゆかりの地でもあるんですよね。那里也是与设立军官学院的大地有所渊源的地方吧。十四戦役の折、大抵が挙兵した場所だったな。没错，是四十战役的出兵点哦。逆に言うと、そのくらいしか知らない場所だけど。哦，毕竟因为太遥远了嘛。については行きの列車で説明しよう。
好，在车上来说说。とにかく長旅になる。片道8時間以上列車に揺られることになる。八个小时。それは大変ですね。搭车要搭八个小时。得難い経験にはなりそうだな。そうなると到着は夕方近くになるのか。お店でパンとか買った方がいいのかしら。亚丽莎喜欢吃面包的，小吃货。それにはお湯が。他帮我们准备好了吗？雪伦，便当。シャロンさん、どう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そろそろ俺たちも出発するつもりです。はい、お気をつけて行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せ。路上心想，他刚才小跳一下。よろしければこちらもお持ちください。居然是两只手递给我。サンドイッチとポットに入れたレモンティーでございます。何？居然还有柠檬茶？朝食を用意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ので、列車でお召し上がりいただければ。太好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みません、助かります。不过八个小时你要准备，不只是应该拿个两篮吧，早餐跟午餐啊，而且才一篮，够我们那么多人吃吗？気が利くな管理人。很机灵嘛，你。ありがたく頂戴する。那就心怀感激的收下了。雪伦，谢谢。皆様のお世話が私の役目ですから。还有冰凉凉的柠檬茶哎。すっかり管理人として馴染んじゃってるし。完全以管理员的身份和大家混熟了。反対したのに、まんまと外堀を埋めたみたいね。没错，大家都认同他。めっそうもない。嗯哼哼哼。お嬢様、どうか道中くれぐれもお気をつけください。哎呀，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他的，好吗？このシャロン、一日先週の思いで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よ。他说的好像难过，雪伦会抱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心情等着你回来的。はいはい、気をつけるわ。はいはい。でシャロン、あなたまた何か企んだりしてないわよね。说不定我们回来就发现整个环境都变得超级干净啊，甚至有一些什么设施都有了，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哇太棒了。何の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か？说什么呢？違うならいいんだけど。まあいいわ。それじゃあ行ってくるわね。出発了。はい。行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せ。行ってらっしゃい。失礼します。列車、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麻烦你留守喽。哦哦哦，果然有些。A 班も行ったわね。哦，他要跟巧克力沙拉来对峙了吗？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起きていらっしゃったのならお見送りされればよろしいですのに。ま、特別実習は当日の朝から始まってるからね。当天早上就開始。指導評価する側としてはいろいろと気を使ってるってわけよ。なるほど、道理でございますね。可以聽挖到什么情報呢？一つ質問。あなたの方はいつ戻ってくるわけ？那你自己什么时候会回去？你自己，只有你，只有雪伦，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可能呢？サラ様は鋭くて困ってしまいます。真的？そうでございますね。お嬢様方の実習が終わる頃までには、何？实习，这次实习结束，他就会离开了吗？なるほどね。为什么？我好奇哦，天哪！雪伦到底什么身份啊？超级隐秘的，再回去找他们聊，立刻回去。哦，没想到还是有做东西给他们吃嘛，感情并不坏。那些午餐盒请在列车内享用哦。即使过了一阵子。也还是很好吃呢。呼，那我就感激的收下吧。呵呵，真可以，真的感觉就好可以哦。毕竟是长途旅程，请千万要小心，我会等着您回来的那一天的。嗯
啊，教官，你醒了？哼，竟然连送行都没出现，依旧是个懒散的教官啊！哼，说的真过分，这就是所谓的小孩子。